万应觉得说万大乳是什么意思啊？万大乳是其中有一位老板，他的家具行，他们都在这里团练啊，他们都在这里团练，然后他提供场所让他们团练。我想因为有一个乐器的表演，所以他必须要有一定的场合才能够团练啊，所以他们的这万大家具行的老板，他提供这样的场合，然后这个名字也非常的吉利吉祥啊，大家念一下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啊。然后老板的老婆啊，也是我们十几年消费合作社的会员啊，的社员，所以我们想大家都有一定的因缘在啊，所以啊，他们今天要用他们自己做的曲、自己做的词，已经有50首到200首，有5种的语言。那么每一首歌，我想都有背后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故事。他们等一下在演唱的时候，也会自己介绍他们的故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欢迎，这就是万大家具行的老板，他的首要表演的歌曲是《感谢你》。我今天做这首歌的由来是说，要感谢很多人。就像说一个伟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前辈子。可是我不是伟人，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的，非常感谢所有男人背后的女人的推手，所以内容嘛，自己做，大家听听看就知道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
等一下，他还有他要先唱他自己的歌。大家好，各位贵宾，然后各位千万不要忘记了。我这首歌是去年进社大以后开始学习歌，进写歌班写歌，然后写了一首歌。可是我进就是开始发现自己能够写歌的以后，就想写了一首歌。这首歌叫《天上的眼睛》，是写给我天上的妈妈的一首歌。那在8年前，妈妈在去大陆旅游，在上海机场突然心脏病过世。那当时我措手不及，然后整个人沉浸在悲伤中，一直都没办法走出来。然后在经大概我把自己封闭了10年，这10年里面我几乎不太跟朋友在一起，一直在思考一些事情，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原本突然说断就断了，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多说一些话。我觉得我好多事还没做，可是随时都来不及了。然后我在悲伤里面，后来我发现我慢慢走出来了，然后我开始发现说我不能让妈妈这么对我担心。其实妈妈一直都在天上看着我。然后我后来这个歌词里面其实简单的几句话，就是说叫妈妈，就是说我知道当我在痛苦难过的时候，妈妈会看着我，会用不舍，会担心着我。然后但是他当看到我快乐成长的时候，他就会露出一抹微笑。然后我希望我从此再也不让妈妈担心，从此让妈妈永远都可以跟我在天上看着我，跟我在一起。
的灯，心里谢谢天上的星星好像是妈妈的眼睛，我想妈妈一定会给你给很多的祝福。